的殡仪馆已经来好好安住，时时刻也好好呼应。好，我们也向子弟的地区有土地公。我比较少在台湾，都在印尼比较多。嗯，那女儿平常在台湾是跟谁住？跟女儿住啊。对，跟谁？跟女儿住，跟女儿妈妈一起住。对对对，一起住。那你对她男朋友有印象？有见过她男朋友吗？有见过，有见过。那男朋友他？那男朋友后来他有跟您联络吗？就是发生意外以后。有，我们有打电话。他有怎么说吗？就是目前也是讲不出话来了。